想入非非。大码女神林明真 cosplay 多种角色，水手服学生妹造型所到流鼻血。大码女神林明真现在越来越红，自然就会有些不完的广告代言了。这次她大玩 cosplay， 从打扮朴素的居家妹，穿入水手服的学生妹，戴起学士帽的毕业生，朝九晚五上班族，以及最后派对装扮的俏丽女郎，福利大放送，粉丝们准备好了吗？林明真拍摄新广告，土种子音乐提供。身为抗痘代言人，林明真分享在老家马来西亚还经营 SPA 美容馆，他拥有美容师执照，对痘痘的清洁与保养十分重视。他强调，即便到现在，我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痘痘的问题，所以我很开心接到这个代言。除了可以了解痘痘形成外，还有很多免费的草本痘痘清饮品可以喝。林明真造型百变，土种子音乐提供。为拍摄新广告，林明真特地拨空飞至香港，在紧凑的48小时快闪行程中，得立即完成试妆、录音、拍广告等任务。零秒广告中，一人分饰五角，大玩 cosplay 角色扮演，整个人宛如戏精上身，从打扮朴素的居家妹，摇身一变至化身为穿住水手服的学生妹，戴起学士帽的毕业生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以及派对装扮的俏丽女郎。林明真接下新广告，土种子音乐提供。对于一人分饰多角，到底哪个角色印象最深刻？林明真笑说，穿住水手服卖萌的学生妹最难，印象也最深刻，因为离以前念书的学生时期好远，穿上去更加活泼俏丽，年代久了有点不好意思。图文来自 AtBay。